嗨，欢迎大家来到经典泰迪主题乐园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泰迪。这个森林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我们一起在这里搭建属于自己的房间吧。搭建好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后，我们一起到我的城堡里去玩吧。城堡里当然不会少了熊卫兵，还有熊熊的滑梯和熊蛋糕，以及无处不在的熊熊图案。对了，因为我的家乡在英国，所以我们这里都是英伦风，有各种英伦风的衣服和礼品，这里面有好多的礼物都可以自己 DIY 哦。我上的是英国贵族学校，在学校里我会跟小朋友们一起讲故事和演话剧，还会吹泡泡，也会不定期的举办各种亲子互动游戏和主题 party。 如果小朋友们还没有玩够，那么我可以安排大家住在泰迪小镇，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带大家去白沙湾，这里就是属于我们的沙滩，我们一起在这里堆沙堡吧。看到小朋友们一张张的笑脸，泰迪感到无比的快乐，这就是泰迪给孩子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